危险必读。什么是 IUL 指数型万能人寿保险？指数型万能人寿保险 Indexed Universal Life， 简称 IUL。 IUL 是万能险，除了有身故赔偿保障外，还具有现金价值，可以保障投保人的一生。在美国， IUL 被公认为是资产传承和养老规划的必要工具。IUL 的优势和特点：安全性高，受到美国完善的法律与保险制度保障；资金安全，是专属于个人的无争议性资产；全球资产配置必不可少的大类资产。美国是全球第一大保险市场，市场成熟度高，产品优势明显。用保险解决税务问题，高额的免税保险金可以有效抵御遗产税、赠与税、资本利得税等税务问题导致的资产缩水，尤其对于移民至有遗产税国家的人群，或在这些国家有资产的人群来说，更是必不可少的配置，合理的隔离资产。美国不是 CRS 交换国，所以可以合理隔离个人资产，保护个人资产隐私。有效的免税养老补充，对美国税务居民来说，投保美国人寿保险作为养老补充，可免去所得税。定向传承，直接传承给指定受益人，无其他争端，不受婚姻、债务等因素影响，较高的回报潜力。在过去90年间，标准普尔500平均每年回报接近10%，增长潜力巨大。而且设置了保底机制，投保灵活，可根据自己资产量灵活设置保障额度，自由选择缴费年限，无资金压力，领取灵活，高流动性，可随时进行领取，可以有效补充子女教育、创业、自身养老的现金流。赔偿人性化，唯一免赔付条款是2年内自杀不赔。